84岁李双江罕见露面，嘴歪唇白显憔悴，引发网友好奇。李双江因纵容汉闯儿子李天一，现状备受关注。照片中，李双江和友人坐在一起，面容憔悴惊人。此前李双江频繁参与商演活动，状态每况愈下，唯在舞台上能透支生命赚钱。与此相反，李天一据称已移民美国，刘父独自在国内赚钱养家。网友还曝光疑似李天一账号，在视频中他销售状态酷似李天一。大家对于这些情况有什么看法呢？